大家好，大家好，我是文迪猫。我没想过要哇，我要在这一方面闯出啲乜嘢什么，我要在这方面，第时我工作要在这个范畴咁样，我咩都冇谂过噶。我是由细到大都好中意画公仔嘅。如果有一日我可以用自己的 style 画翻呢批古仔出嚟，出本书就好啦。我咧就好擅长咧捉嗰啲 love and sex 嗰啲古仔，系咯，可能我画图真系写住 sex 咁样。猫奴是犯贱的，你明知佢咁嘅衰格，但你又偏偏中意佢。其实咧，我觉得 imply 喺爱情嗰度都系一样。好悠闲喺度淋花，其实心里边喺度一路淋死啦，有冇 job 啊？死都要做埋佢噶啦，咁就算冇得瞓，你可能真系熬到五点六点嗰阵时，其实都几癫噶。五点六点，第二朝早再翻工。翻工放工之后又赶话，你放唔放弃嗰样嘢就系睇你嗰个动力究竟大唔大咯。咩事啊？只狗 ？No， 我成日想笑咯，听到你哋讲嘢我想笑。